不知道咋，反正咱俩就睡一张床上了。
小五在人前端，滴滴答滴滴答，心儿在说话。哦喂，想到你心里就开满鲜花。算了吧，是吧？
文轩看了吗？之前跟经纪人沟通过，就是也带他们那事儿，就在上场把胡子给剃了。有镜子吗？行，一会儿见。其实吧，这个时间啊，我有什么说什么，咱们都一家人啊。然后猜到这个时间呢，应该去换衣服，但是这个时间呢特别无聊，怎么办？就把我推上来了，他们非得让我跟你们胡咧咧几句，然后我也不知道我胡咧咧什么。我跟你说啊，这个听我说完，你别打岔。然后这个今天呢，我们两个都有任务。因为如果我们两个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的话，我们两个就会受到惩罚，所以我不想受到惩罚，所以你们得帮我，帮我对你们有好处，一定有你们想看到的，所以你帮不帮我？我走了，我不管了。你们知道我说了，我说你们帮我一定有你们想看到的，你们不懂吗？我这辈子不会把你关注出来的，你知道吗？我不会给你关注回来的，你知道吗？我告诉你啊，然后今天那个亲妈给我化了妆，就记住给我化妆。化完妆以后呢，他说你想化什么妆啊？我说我不管，我说越骚越好。然后我跟他说，我说你眼妆给我画重一点。他说那行，我给你画黑。我说不，你给我画红。我真的快说不下去了。哎，你画完没有？
没有，他还在慢慢的刮胡子。就是你知道，就家里边什么家里，就是朋友里边啊，朋友里边，我是一个特别讨厌矫情的人，就贼磨叽。咱们说，比如说啊，我今天跟谁一块儿出去吃饭，我特烦等别人。不要逼我了，好吗？我们来聊聊，我们来聊聊你们想聊的吧，好吗？你们有高考的吗？你们没有刚高考完的吗？没有的别说话，有的说。啊，有。然后其实啊，准备点特别节目，但是在特别节目表演的时候呢，我希望现场能够稍微安静一点，要不然你稍微声大点可能会听不见。我知道你们都特别热，对吗？后台特别凉快，所以蔡照在慢慢的刮胡子，他一点都不着急。我给他刮你们也看不见，对不对？蔡照，他们都叫。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特讨厌这种磨叽的人。哎，还没刮完胡子。没事，我有的是时候报复他。你们一会儿就知道了。你想怎么报复他？我，这是谁？你猜。啊，这是我们工作部啊，你们站日工的那个工。我今天你们还想有什么知道？来挨个提问，有谁想知道吗？举手。谁纹身？我这是纹身贴。还有什么问题？为什么？我就不，这是个秘密。我今天是不是还是主持人？我一个人真的，我好无聊啊。你们想听什么呀？好累。唱了啊，清唱啊，别说话啊。静海孤城。我不管，哎，等会儿啊，我不碰你，你听我说。今天咱们来了那么多朋友，刚才我完全一个人我在支撑这个舞台，你不想跟他们表达什么吗？一会儿也该我来支撑这个舞台。不，你先听我说，凭什么让人家等你那么长时间？我绝对比你快。你别往这绕我，咱先完成这个游戏来。先换衣服，先换衣服，先，因为这衣服要给你们的，所以你们让我先换，要扔下去的，一会儿。
哎呀妈呀，哎呀妈呀，你们画啥呢？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哎呀妈，陈就哎呀妈，陈秋实，你能干啥呀？你们干啥呀？不要欺负我老板。你们过分了啊。窦唯们，你们的声音呢？看我陈老板的大长腿无处安放，这一米九的腿呀，这画风清奇，少年你是谁家的呀？一个墨镜，一个西瓜，墨镜在上边儿。道具小哥上去那个拿下来吧。注意安全啊，别激动，还有呢。蔡老板，蔡老板回来求下一家，蔡老板，蔡老板，蔡老板求这一家，蔡老板。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你们要注意安全啊。你们蔡老板又回去换衣服啦。哎呀妈呀，陈梵高，陈毕加索，你的大作什么时候创作完成？你们喊实照，但是他自己把眼镜画上边了。我觉得谁拿着这衣服谁值，这一通话呀。我扔了啊。我扔得远，
然后干嘛呀？来吧，秋实，回来吧。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哪儿，哥几个挺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我要稳稳的幸福，能抵挡末日的残酷，在不安的深夜能有个归宿。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每次伸手入怀中有你的温度。我离任何我愿成长的美丽，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如果所有土地连在一起，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南山南北秋北，南山有孤单，南方南北爱北，北爱有孤北。就去吧，孤独别醒来，你渴望的离开只是无处停摆。当初这片孤寂就趟过生长，遇见风起水浪就遇过虚妄，忍住情歌回望就让我喜欢，一如年少模样，苦旅以后理想不欢喜以后追望，你要去的地方。我知道说感谢的话特别俗，但我还是特别想说感谢大家。谢谢你们啊，反正很感谢你们支持，谢谢。谢谢大家今天那个说的那些话，很开心。伤口的疤终将愈合，反正大家开心就好，谢谢你们。然后今天没有说谢谢，谢谢你们支持，谢谢你们，谢谢，谢谢你们这段时间的投票。看见喜欢我们的、支持我们的人，特别就是心里很感动。然后也谢谢那些没到场但是心里支持我们的人。我挺想唱一些感谢你们的歌，很感谢你们，很感激你们。宝贝们，我们唱完真的要睡觉了。我的宝贝宝贝，给你一点甜点，让你今夜都好眠。我的小鬼小鬼，逗逗你的眉眼，让你喜欢这世界。啊啊啊啊啊啊啊，时候有个人陪，哎呀呀呀呀呀，我的宝贝，让你知道你最美。现在这首歌睡觉吧，催眠曲。嘿嘿嘿，才叫我们结婚，我明天就娶你回家。明天就娶你回家。
艳阳里八十分，我在北方的寒夜里四季如春。如果颠沛之前来得及，我要忘了你的眼睛，就这一生走不完。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有一好哥们儿弹吉他弹不错了，然后过来给我伴奏。那个吉他没有声儿。南方南
你们。谢谢，谢谢，谢大家，谢大家，谢大家，谢谢，谢谢。这首歌就唱给蔡照了。人家有车，人家有房，人家有大批的存款如到账，人家是花儿，人家是公主，人家不能受委屈和你一起吃苦。算什么？我只能坐在街边，沉默地幻想着，而我只是一个穷小子，生活简单的就像是一块石子，我只不过是一个唱歌的孩子。家的车是一辆老旧的二八车，蹬起来有劲儿，坐上去潇洒。我租来的房子只有14.5平米大，用花布装饰的墙，特别温馨，特别暖。人家和我不是一路货色，我该放弃对美梦的拥有和执着，酸甜苦辣独享其中的快活，只要家人健康平安的活着。耶嘿耶，好热啊。这说的就是你们，知道吗？而我只是一个穷小子，我简单的就像是一块石子，我只不过是一个唱歌的孩子，只要能填饱我的肚子。和执着，酸甜苦辣尽享其中的快活，健康平安地活着，只要家人能够健康平安地活着，你们全是家人 family。 可以了，下一首歌吧。当你在
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一人多少都来不及发现，已经失去最重要的东西。而把我早已厌弃，这个总是在犯错之后才相信，放任自己，他们就这就是人生，是理会，是忍住眼泪，还是躲开应该有的情绪？我不会说旧世界停止转动，我知道逃避一点都没有用，只是这段时间里，尤其在夜里，还是会想起难忘的事情。我想我的思念是一种病，久久不能痊愈。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鼻息静静已忘记身边的人需要爱和关系，结果总是拉远了距离，不知不觉无声无息。我们总是在抱怨事与愿违，却又愿意回头看看自己，想想自己到底做了什么蠢事情。也许是上帝给我一个试炼，只是这伤口需要花点时间。一直回想你过去的一切，那些人事物会离我远去，而我们终究也会远离，变成回忆。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好好思念是一种病，好好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对我没有说我爱你，对我没有拥抱你所爱的人，但这个世界不再那么美好，只有爱可以让它更好。我相信一切都还得及，不管那些纷纷扰扰，别让不甘心的事就停下了脚步，就怕你不说，就怕你不做，别让遗憾继续，一切都来得及。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当你在穿山越岭的另一边，我在孤独的路上没有尽头，时常感觉你在耳后的呼吸，却未曾感觉你在心口的鼻息。思念是一种病，思念是一种病，一种病。两种病，三种病，四种病，五种病，六种病，七种病。拜拜。
每天都很帅，只是你们看不见。这首《玫瑰》送给大家。我的老板娘，随着心情买着自己喜欢的东西，生活越来越压抑，你变得越来越不像自己，一个人站在悲催的风里。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得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只是喜欢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转眼两年时间已过去，该忘记的你有没有忘记？你说你最近爱上了旅行，我知道你也只是想逃避，逃避现实和过去，逃避一个最不真实的你，一个人的路上只是在找寻。玫瑰你在哪里？你说你爱过的人都已经离去，不要欺骗自己，你只是隐藏得比较深而已。玫瑰你在哪里？抓不住的东西，请你不要哭泣，我们都只剩下一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用青春编织成的回忆。谢谢我好哥们儿的哥们儿。谢谢。该我了啊，该我了，我来串个场。其实你们给我写的信我都看了，然后那天晚上我写了点信给你们，刚才我已经给出一部分了，就是外边我觉得他们进不来，来的也不值，所以就给他们点，每封都不一样，然后呢里边每句话也不一样，还喷了香水。这么着吧，我叫号吧。那个第200个进来的是谁啊？200个进来的
京不远，这个后边的后边的那个不是，我想给但是不过去怎么办啊？里边有钱，里边有钱，真的。注意安全，注意安全啊！OK 了 ，OK 了，我看秋实换没换好衣服啊？没呢，没呢，没呢。正鸡皮蛋，再聊一会儿。怎么样？快了，快了，再聊一会儿。这其实是个包，大家都注意安全，注意安全。我来看一眼，我再看一眼。不是工作人员别起哄啊，怎么回事这个？下一个游戏啊，下一个游戏。你们想看他们玩什么游戏呢？什么什么？我听有人说亲什么？下一个游戏的名字叫做。下一个游戏叫比哈尔的，你为什么不让你？哎，我发现你从来没摆过，你从来没摆过，你给人家比一个，比一个，轻易得到都不好了，比一个，听话，比一个。哎哎 ，Hello， 那个说一下游戏规则啊，下面这游戏叫你比划我猜，然后那个，你比划我猜，然后那个什么会选每会玩两组，每组会有四位粉丝上台，两个粉丝跟蔡照，两个粉丝跟陈秋实，好吧。然后就是你比划我猜，懂吧？浅显易懂吧？好，下面想跟蔡照了，把手放下。好了好了，你们那个什么，一到四号上台，一到四号上台，上来呗，上来呗，上来呗，慢一点，我的天哪！拿明信片的，一到四号上台，拿明信片的，一到四号上台啊！快点来，迈两步迈过来，不许作弊啊！你们底下不许帮他们作弊啊！还有呢，还有俩呢，别聊了，还有俩呢，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在哪呢？好了，你们来站下组，来俩人跟蔡照，俩人跟陈秋实。行，就这么定了吧。那个谁，那个你到那边去，对，就你到那边去。哎，对，好，非常好啊。然后那个下面底下那个我们的工作人员记下时啊，我们谁先猜呢？陈秋实组先猜吧，好不好？怎么？我给谁？我怎么？那什么，陈秋实。一分钟，来，我们上去了。不是，等我是，你是比划还是猜？我能说吗？你来，你可以说，可以说，你比划还是猜？我形容。你比划还是猜？我比划。那你就比划呗，你狠到我干啥呀？然后一个粉丝举牌，戴口罩那女孩你举牌，那个女孩你背着那个牌站着。
说你的，说格子那个背着那牌站着，对，你不要看那个牌，你不要看那个牌，你背着牌，你们不会竖着站吧，这个费劲呐。你戴口罩那个，你站到那面去，站到菜罩那块去，对对，来面着我站，对，非常好。那个隔衣服那个，你站到他前面，背对着这个粉丝站，背对着他，对。然后陈秋实比划你猜就完事了。我比划他猜，对，你不说你比划吗？好，懂了吗？好，行，开始了。那个底下计时，计时好了吗？计时好了吗？好了是吧？一分钟啊，一分钟啊 ，one two three four go。那个有一首歌的名字，然后是那个什么谢霆锋的什么不是啊，过啊。让你后边，你往后点，你往菜这儿把话筒给那女孩，菜这儿把话筒给女孩，别说话。然后大闹天宫那个，大闹天宫那个，咋了咋了咋了？大闹天宫那个干嘛？大圣归来。他是谁？孙悟空还有一个名字。齐天大圣。就是菜这儿经常干的那事儿，一个字儿一个字儿。不要作弊。什么骚？不是。他经常会这游戏这么大尺度吗？这游戏能不能行了？过，我，就是，时间到了，别猜了。来，对了几个？工作人员告诉我们对了几个？几个？就对俩呀！哎呀妈呀！来，不可能！来下一个，来，没有用！来，下一组，来，不是三个！哎呀，来，下一组，来，算你仨行不行？那个谁比过谁猜？猜到你们谁比过谁猜？赶紧来，走起来！秋实，你给那女孩举下麦，给那个女孩举麦，后面那人猜。好嘞，来，安静点啊，来，计时准备好了吗？计时开始，一二三，一二三，走。你要疯啊！你要就是下，了对，一个人特别厉害，就是那个，就没有敌手，四个字，第一个我那歌是形容我怎么着？我那歌你没听过？哎，怎么回事？哎。一般说一个人这个时候是不许作弊，两个字，啥？两个字，不许作弊！哎，干嘛呢都？过！时间到！过！哎，那谁练的那个？那个多不败练的那个？多不败练的武功秘籍四个字，多不败练一个。这不带作弊的，不带作弊的啊！你再说时间没到，来，没人告我时间到了呀！哎，傻了，时间到了啊！对了几个？一个，对了几个？一个，对了几个？对了一个哈。他输了，他谁输了？他输了，蔡少输了是吧？那我们再来一轮，就是我们换一组粉丝再来一轮啊。哎，朋友们，来，我们这组粉丝可以下台休息。来，这组粉丝下台休息，亲爱的好朋友们。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我跟你说这事儿啊，特别逗。你知道为什么他猜出来《葵花宝典》吗？他跟我说一个，他说一个句话，他说我还小。老板，这个小不小鬼？老板，不好意思，没完事儿。老板，你回去还有一轮呢。那个是这样的，我跟你们说个事儿啊。这场游戏输的人，我们会抽真心话大冒险，输一次抽一个，收，这是我的麦，你给我拿过来吧。这个有字儿，输两次抽两个，特别屌。好了啊，不带生气的，我俩老板都不会生气啊。那什么，我俩老板现在发现是不管玩的多嗨都不能生气啊。这那个真心话大冒险，肯定生不了是吧？生不了，哼，故意找后账啊。行，他俩发完誓了，就这么定了。来，明星片五到八上台，明星片五到八的粉丝上台。等一下，秋实，你没有发誓，快！你发誓说玩多他都不能接啊！我生不出来，
你说不出来，行，我替你说了，就这么定了。来，五道明信片，五道八上台，来，明信片五道八的上台呀，亲朋好友们。来，现在站好站好，还有俩，还有俩呢。好，还有一个呢，还有一个在哪呢？那个在哪呢？那个呢 ？Hello， 好嘞。那个谁就是，你们这组谁比划谁猜？我形容，你比划呗，就是。对对，还是跟刚一样。那个谁是那个赵赵，先到一边休息一下。来，秋实这组的先开始，你们一来一个举的，一个猜的，赶紧站好位。好了，哎，那个什么，等会儿，等会儿，底下计时开始啊！一，哎，你那个牌注意点，一二三，来，开始。就一帮神经病，老形容我对蔡照的称呼。蔡照是啥？啊，刚。啊，那个，嗯，跟聂风 CP 的那个，跟聂风 CP 那个天下第一剑，啪啪那个，就那个不。过了。那个。挂什么玩意儿？江南什么倒闭了？不要作弊。然后挂。然后那个特别污的那个人，张宇是什么？费玉清。不要作弊。什么？费玉清是什么？张宇形容张宇的形容词三个字，开车是什么？蔡少新歌叫什么？挂！挂！我形容我的一种水果，哎，时间到，对了几个？四个。对了几个？四个。四个是吧？好嘞，来换组，换组。这不是我，谁比我谁惨，赶紧就位，亲朋好友们就位。来啊 ，1、2、3，计时开始。不是，就是在游乐园里翻滚什么？那个有一个兄弟，两个孙悟空坐《西游记》里边的啊，就是你叫我一声敢答应吗？金角大王。邓超之前演那个，周星驰导演那个，邓超演的那个，在海里。在海里游的，格雷童话里边。不要作弊。邓超演的，林允演的。不要作弊。美人鱼。过。那个段誉的绝招。不要作弊。哎呀妈呀！你们在打起来了！乔峰绝招，什么是？紫水龙吟风宝录神龙。七。就是。五四三。唱戏最牛逼的北京的三个字儿。到点了，时间到哦。两个。谢谢我们这四位粉丝，可以下台了，谢谢。那个道具小哥板儿，非常好，谢谢道具小哥。你说的意思，打成意思。那个，哎 ，Hello。我们死盯四个人，太对四个人。那个，我老板说他俩这组一人对了四个，那这组打平，上把谁输了呀？行，我来抽。那就这样吧，这样。我怎么给他选？这样吧，这样好不好？公平起见，我们一人抽一个，行不行？行，就这么定了啊。不能这，你要玩就好好玩。我没输，我不做，真的。你就说我怎么陈旧石做不做？我抽就行。哎，你们说陈旧石做不做？我抽就行。陈旧石做不做？啊，做是吧？好嘞，来小哥上去。人没输，你为什么要抽？什么？不是人家没输。谁没输啊？我抽就行了，我自己抽就行了。哎呦，过分了！这是还算你有点良心。哎，行，公平。朋友们，这样好不好？这把先让蔡照自己玩，行不行？我们下一把可能还有哦。那行不行？你看他们都不高兴，谁主场？来，来吧，老板，这
白色是真心话，黑色是大冒险。我跟你说他抽完了，他抽完了。不管是啥都不许生气啊。抽的啥呀？读一下呗。Hello？ 不是，哎，我们还看不见嘞。啥呀？陈秋实读一下。如果让你在现场找一位男或女朋友，选择谁？派出三个理由，就是你今天带来的朋友。是现场的找一位。我们这儿哥们儿不算朋友。我开始了啊，我觉得我会选择在场任何一个女生，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都是喜欢我们而来的，所以呢，这是一个理由。男朋友呢，是那种哥们儿的朋友，对吧？那肯定秋实，对不对？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理由，还有台上就是二楼的我来的哥们们，我觉得特别开心，因为。就是好的哥们儿，平常也不怎么联系，但是有事儿一个电话就过来了，我觉得特别特别好，就是有人情味儿吧。OK， 对，所以你今天在现场，如果看到男生，那不是男粉，那是蔡照的朋友。对，不是我怎么不能男粉呢？男粉。哎，你们对这答案满意吗？哎，看热闹不嫌事儿多的啊，豆豆。啊？啥？豆豆。那不满意怎么办呀？再来一个行不行？再抽一个吧。行，你们谁上来都行，你上来，来上来，上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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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抽一个吧，老板，再抽一个吧。刚才选的真心话，这回选大冒险吧。完了，我们老板威胁我们来了。没有威胁，我能欺负豆豆吗？哎呦，咱一人抽一个吧，咱一人再抽一个。好吧好吧好吧，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了，亲朋好友们。好了，那我们进行下一个环节了啊。下一个环节是啥？下你个人像视频。来怂了怂了怂了，行了行了。来，后边那个可以往下进行了，来来来继续。When you take that jump, you don't feel the fall. Hope when the water rises, you build a wall. Hope when the crowd screams out, you're screaming your name. Hope if everybody runs, you choose to stay.About someone else. Every time you're not in my arms, I start to lose myself. Someone please pass me my shades. Don't let them see me down. You have taken over my days. So tonight I'm going out. Yet I'm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bliss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i-dee, la-da-da-doo, la-da-da-me, la-da-da-you. La-di-dee, la-da-da-doo, there's only me, there's only you. La-di-dee, la-da-da-doo, la-da-da-me, la-da-da-you.Is packed with people, but your face is all I see. And the music's way too loud, but your voice won't let me be. So many pretty girls around that
tried just dressing to impress, but the thought of you alone has got me spinning. I don't know what to say next. Feeling like there is no better place than right by your side. I had a little taste and I only spoiled the party anyway, 'cause all the girls are looking fine, but you're the only one on my mind. La-di-dee-la, da-di-doo, da-da-da-me, da-da-da-you. Think of you.别担心，我还在这里，淋着雨，戴耳机，听着这首分手机，一句话，对不起，转身离去，却带走我的心和我的回忆。曾经的争吵，细细一起的痕迹，此刻的我唱的眼泪流不停。我失去你才知道你对我真正的意义，才知道我的懦弱决定会让你更远去。每个下雨的夜里，生活的点点滴滴笑的样子，可是我只能站在原地无能为力。试着放下吧，毕竟终究只是场回忆，唱一首分手记就唱给自己听。在看不到你对我笑的样子，
可是我只能站在原地无能为力，学着放下吧，毕竟终究只是场回忆，这一首分手记只唱给自己听。我也爱你们。我哭什么？我就哭，天天哭啊！故意的，哎呀！把眼睛没了吧，对身体会好一点。虽然这样很难度过想你的夜，舍不得我们拥抱的照片，却又不想让自己看见，把它藏在相框的后面。把窗户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只要我还会微笑和你分别。那是我最喜欢的唱片，你说那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一天。说着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打开吧，对心情会好一点，只要我还能够微笑着和你分别。你如喜欢的唱片，你说那是一段音乐，却会让我在以后想念。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一天。说着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说着付出生命的誓言，回头看看繁华的世界，爱你的每个瞬间，像飞驰而过的地铁。说着不会掉下的泪水，现在沸腾着我的双眼。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爱你的虎口，我脱离了危险。谢谢。
you to breathe me. Let me be your air. Let me roam your body freely. No inhibition, no fear.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it like the ocean? What devotion are you? How deep is your love? Is it like Nirvana? Hit me harder again. How deep is your love? Deep is your love.有些歌是用来迎人来的，有些歌是送人走的，然后有些歌啊，有很多哥们儿今天来不了，有一个在加拿大的，又来法国了，一西班牙的，甚至还有一个阿尔及利亚的，我都不知道他去那儿干嘛去。反正不知道他能不能通过今天能看见吧。我都想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他们，还有今天来的兄弟们，特别感谢。虽然平时也见不了太多面吧，但是咱也不至于生疏了。还是那么词，所以下首歌送给你们，听好了啊，到时候私下见面的时候告诉我感受啊，如果没感受咱俩就别做哥们儿。哎，你们还想不想玩游戏？你们是想玩游戏还是想看他们抽真心话大冒险？啊，等会儿给你们惊喜哟。谁给的？好了。从国外回来咱就没怎么聊过，一直在忙着急，就是有好多话想说还没来得及，这样要回去了。兄弟你这一走又是几年，还真舍不得，都是大老爷们儿，说是有点女人了又要离开了。你得惦记咱那哥几个好面，这些话太啰嗦有点说不出口，所以把它写成一首祝福的歌，在那边注意身体，
有事没事常联系，别老玩神秘，小心回来我跟你急，别老委屈自己，想吃什么吃点什么，要是回来再瘦了哥几个踹死你，踏踏实实待着，稍稍你那臭脾气，那边不像咱这边，出事没人真帮你，要是烦了累了给爷们儿拽一电话，那电话对你没有关系，没有不在服务区，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听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别人什么样哥几个陪着你，干杯一杯接着再来一杯，不醉不归，今晚任务哥几个全醉喝吧，没有人会在乎别的，吐完了再来，不会有人先睡，笑着忍住笑容止住眼泪，在咱自己里哭可能真的不会，看吧口无遮拦不知疲惫，谁也管不着这几个挨着谁就说谁高了，开始在大街上冲锋，要走的事儿全都忘得一干二净，唱着那首哥们儿叫咱们，咱们就在这儿，它印在了夜空，走吧哥几个愿并肩前行，谁也不会落下，这就是我们这回彻底的醉了，什么也不想，于是离别前的安静，兄弟你的兄弟就在这里，不管什么时候回来哥几个等你，兄弟你的家就在这里，不管你人到了哪儿哥几个听你，兄弟你的心就在这里，不管别人怎么说哥几个懂你，兄弟你得赶紧回到这里，不管变成什么样哥几陪着你，飞机起飞了没有祝福没有告别，这次我走了也是你就这德行，给你准备东西你也不说拿走，吃饱跟你玩一饱了不让你走，是吧在那边好好的把自己照顾好了，电话人家打电话也得嫌弃着，就是我特别想说的是，我哥们出国，我都跟他说有什么事儿，你让老家记我电话，有事儿就给我打一电话就行了。但是至今没有人打，不知道为什么。到时候，就是等那什么时候吧，等他们回来，我得问问他为什么不给我打。给我打电话咱得联系，我说一声然后的话直接鸡哥了，行了兄弟咱就这么着吧， OK 就这么着吧。下一个节目我挺用心的啊，刚才说了有些歌是迎人来的，有些歌是送人走的，来唱一首送人走的。等会儿这个麦，我说走还有相见的时候对吧，再低点。好，等会儿啊，这吉他刚才吃东西了，有点油。
是该说一声豆豆辛苦了是吧？窦唯，那王菲呢？我也爱你。不是笑是怎么回事？不是，我这调调本来就是哼哼的。好好，咱们。我真的就学了五六天，真的我这，谢谢，再加上有点紧张，你知道吧？看我这一脑门子汗，哎呀！好，该我唱自己歌了。以后谈啊，以后谈。
一到我自己的歌怎么这么困难重重啊，哎，孤单的人啊，老师棒。又到我串场的时候了，
你们猜这桌子是干嘛使的？对，就是秋实他们要吃了。据说里边还有我的事儿。哎，真是。他们人比较多，嗯，一会儿你们可以给他们点鼓励。鼓励，鼓励，鼓励。我其实特别想给外边等着的人，我朋友。OK 了，给他们掌声吧，掌声，掌声。先放一杯，座儿哥在我左边鞋垫下边藏的50块钱，你俩谁拿走的？爸，是我拿的。你拿的？好，诚实。爸再奖励你50块钱，奖励你的诚实。但是啊。出去吧，下回可不能再拿了，再拿呀就算头了。你老傻。相声小品魔术大戏评书，把碗先放下呗。座儿哥在我右鞋下三层鞋垫藏了50块钱，你俩谁拿走的？爸，我拿了。你拿的？你。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你拿的。干啥呀？他拿50块钱，你不说他，我拿你就打我。你还好意思说？假你都100了。你俩呀就是缺个嘛，好好管管你俩。上回开家长会我看蔡照他妈就不错，你俩就应该找一个那样的妈好好管管。爸，好啥呀，蔡照的父母都离婚了。啥时候的事啊？爸你别说了。爸你干嘛去？别说了，别说了。干嘛去？你干嘛去？啥时候的事儿啊？出去吧，出去吧。啥？你俩给我站住！你俩是不是想出去玩会儿啊？不是，爸，我俩是出去玩会儿。哦，去吧去吧，我还以为你们是想出去玩会儿呢。